大盘鸡起源于90年代，据说出自于一家清真饭馆，不过很快就在全新疆流行开来，到后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做，就像四川的回锅肉一样普及。十多年过去，大盘鸡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美味，在分量上又让人颇为满足，为大家普遍认可，历久不衰。若是你想要品尝道地的大盘鸡，那么可得来新疆十方好好品尝品尝。鲜嫩的鸡肉在经过烹调之后，香气让人垂涎三尺，滋味可不是一般餐厅可以比拟。若是觉得菜肴冷了，还可以请大厨重新回锅一次，这么好的服务可是餐厅的用心呢。